没想到你也进卡池了，可惜旅行者把原石头给了我，想必已经没石头抽你了吧。旅行者已经抽到我了，一发十连就出了，还是小保底，哪像你还吃了旅行者大保底。还有莱欧斯密，你们两位都在呀。旅行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福尼曼快进卡池了吗？正好可以提前庆祝一下。然后我就想带他去海边玩，但他说一定要有纳维莱特在，他才去。没错，纳维莱特，这次去海边，为了我的安全考虑，你一定要陪我一起。安全考虑？你是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什么坏人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你在的话，我会更安心一些。可是我还有一些公务要处理，而且还有旅行者陪着你。你这么说的话也太扫兴了吧，正好我今天也没啥事儿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吧，难得放松放松。旅行者有喊你吗？是呀，纳维莱特，而且今天可是难得的假期，要是我那位虚迷的朋友在这儿，他肯定会这么说。我的工作时间贴在办公室外，等下个工作日再来吧，接下来就是私人时间了，再见。奇怪了，难不成是卡维又在念叨我了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去冲浪吧。好呀好呀，除了冲浪我还要游泳，偶尔出来放松一下感觉还不错。旅行者他们玩得开心就好，等结束了我就继续回去工作了。你这个工作狂，偶尔享受一下不也挺好。两位，我们来拍张合照吧，难得一起来海边，还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这么干净的海了。没事，只要有纳维莱特在，枫丹的海洋就会一直干净下去。福宁娜这家伙说的也是，来来来，拍照拍照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茄子！今日的胜负无人败北。